世上男男女女说起同一件事，总有不一样记忆。有人死心塌地，有人三心两意，也许都身不由己。春来秋去，花开两枝，嫣红洁白，为同一个人走来。窗前的一轮明月光，转眼会变作一颗分离子。得到了手又嫌不够，还有没有心问透？情和理，多少人真的可以？墙上的一抹文字写，放到心头就是永志不渝。不会错，没有绝对，回头一看不破碎。不管跟谁在一起，还有依偎在心底。无怨无悔，有始有终。情和理，多少人真的可以相隔着好一段距离，放在心头就是永久。